有变，就是不是个人的运动嘛，因为大家都一起来，所以说跟一起做好，对，我们球队是最台湾最开心的队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我是比较安静的，所以因为有持久，所以就是交到一些台湾的朋友啊，球队的事情，那我觉得很开心。在台湾站起，带你认识更多新住民的故事。